安格里肯圣公会 The Church of England 是英国国教，是以基督教为教义，天主教为崇拜礼仪。英国皇室的加冕典礼、婚丧嫁娶都要在教堂举行。法定正宫要按着圣经启示。可就在英国，有一段历史是禁止庆祝圣诞节的。当时的英国是没有君主的共和时期，自任护国公的 Oliver Cromwell 奥利弗·克伦威尔在1642年逮捕了英王 Charles the First 查理一世，颁布了法令，庆祝圣诞节是反宗教和支持保皇，要处以刑罚。关于这段历史，我会在之后专门做一集影片，所以这次就不在这里多说。著名的作曲家们都为圣诞节创作了音乐，包括 Christmas Carols 圣诞歌、 Oratorio 神剧、 Anthem 圣歌等等，是我们这次节目的主题。非常抱歉，我不能把相关的音乐直接放上来给大家欣赏，因为版权问题，但是我会放链接在留言处，谢谢。1948年，英国的蓝星书院庆祝100周年的校庆，他们邀请了 Benjamin Britt 布里顿写一首音乐。这位英国最著名的作曲家和指挥家，常常为教堂、学校和小型合唱团创作音乐，即使他们资金不足、人手不够、水平有限。这次他为蓝星书院创作的是 Saint Nicholas 圣尼古拉斯。尼古拉斯主教就是圣诞老人的原型。这首歌唱套曲描述的是尼古拉斯主教乐善好施行神迹的故事。一开始的音乐非常阴森恐怖，三个小孩子被屠夫制成腌肉，而尼古拉斯主教让他们复活了。音乐从怀疑、震惊到强大的哈雷路亚歌声响起，十分具戏剧效果。尤亨·塞巴斯汀·巴克，巴赫的 Christmas Oratorio 圣诞神曲，特意避免了希律王杀鹰的情节，让全曲由始至终保持因救主降生而欢欣鼓舞的气氛。由一位独唱者来叙述故事，每段故事之间加插独唱和合唱，表达了赞美、感谢和希望。欢欣高兴，忘掉你的恐惧，抛弃一切忧愁，唱首喜悦的歌曲。哦，幼小的耶稣，赤贫地来到世上，让我在心灵深处为你安放一张干净柔软的小床，叫我永远不会把你遗忘。Messiah 弥赛亚是希伯来语救世主的意思，德意英籍作曲家 Handel George Friedrich 韩德尔创作的大型神剧弥赛亚是一部不朽的史诗。 Charles Jennens 詹南斯将圣经的有关章节一字不改地作为歌词。全曲分为三个部分，第一部分耶稣降生的预言和意义，男高音独唱，安慰我的百姓，征战的日子也已过去，罪孽也赦免。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。
独唱和合唱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唱出了耶稣的降生。接着，瞎子的眼必睁开，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等，叙述耶稣向众人传道，行神迹。第二部分，女低音唱出，她被藐视，世人掩面不看她，也不尊重她。耶稣卑微屈辱地降生在一个客栈的马槽里，他是穷木匠的儿子，他的门徒是12个目不识丁的渔夫和农夫。耶稣经常挨饿，衣不遮体，睡觉连枕头都没有。他还常常帮门徒洗脚，他光荣进耶路撒冷时骑的是一匹瘦弱的毛驴。耶稣被最亲近的门徒出卖，仅仅一个星期前，夹道欢迎他进城的民众却在叫嚣，钉死他，钉死他。他被鞭打，刽子手们分了他的外衣，给他戴上荆棘组成的冠冕，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。男高音独唱和合唱，凡看见的都要耻笑，他们撇嘴摇头大叫，神迹喜悦他，他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耶稣仍旧为这些人祈祷，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段乐曲以耶稣基督被世人屈辱对待开始，以胜利凯歌哈利路亚结束。哈利路亚是希伯来文赞美神的意思。1743年，弥赛亚在伦敦首演，当唱到哈利路亚这首雄壮的合唱曲时，英王 George II 佐治二世脱下皇冠，恭敬地站了起来，对这位天上的君王致敬。直到现在，每当演出到这首合唱歌曲的时候，音乐厅内全体观众都会站起来，指挥也会转过身来指挥大家一起合唱，节目单上也会印上这首乐曲的曲谱和歌词。女高音独唱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掀开了第三篇章。从正午到深初，遍地都黑暗了，耶稣大声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，就断了气。忽然殿里的幔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，大地震动，磐石崩裂，刽子手们喊道，他真是神的儿子，然后惊慌逃走。最黑暗最失败的时刻，也是光明和胜利就要到来的时刻。三天后耶稣复活，坟墓里只剩下一条裹尸布，他向妇女们显现，和门徒们一起烤鱼吃。死亡不是终点，复活才是真意义。这就是这首乐曲要传达的信息。Wolfgang Amadeus Mozart， 莫扎特的 Exulte Jubilate K165 颂赞曲，最后一个乐章，全曲的歌词就只有哈利路亚，而曲调却像一首高难度的歌剧咏叹调。巴赫的 Cantata BWV 51歌唱组曲第51首《哈利路亚》，小号和弦乐伴随着激越的女高音独唱，欢欣喜悦，优美流畅。Soprano
我们通常翻译成女高音，其实它只是声部里最高的部分，倒不一定是由女生来唱。以前的教堂诗班是没有女生的，高音都是由男童来唱。天地之初，空虚混沌，乐队前奏和浑厚的男低音独唱，似有还无的合唱声飘来。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他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最后这个 Licht 德文的光，突然的强大恢宏，好像一束光突然照亮，音乐强烈的表达出这个意境。这是奥地利作曲家 Franz Joseph Haydn 海顿所创作的神剧 Dichophone 创世纪，以圣经的第一章创世纪和英国诗人 John Milton 米尔顿的长诗失乐园为基础。全曲分三个部分，第一部分讲述了上帝六天创造了天地万物，一个新世界诞生了。第七天，上帝歇了工作，并赐福这一天，这就是安息日，也就是人们不在星期日工作的由来。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，用泥土造了第一个人，亚当，并吹了一口气进亚当的鼻孔给他生命，用亚当的肋骨造夏娃给他做妻子，这是第二部分。甜美的前奏开始了第三部分，其中亚当和夏娃的二重唱伴着合唱是全曲的重要部分。被造的亚当和夏娃快乐地生活在伊甸园中，他们赞美上帝的创造。夏娃听了一条古蛇的谗言，那条古蛇是险诈的撒旦。亚当和夏娃因偷吃禁果被上帝永远逐出伊甸园，撒旦也以失败告终，彻底在天堂迷失，这是乐曲第三部分的主题。大型乐团配置再加上一句古键琴，女高音、男高音和男低音的独唱，分是三个天使亚当和夏娃，合唱团声势浩大。阿维玛利亚，万福玛利亚，也翻译成圣母颂。玛利亚就要嫁给约瑟了，在结婚以前，玛利亚还保持着童真之身。大天使加百利前来告知他被神选中，做上帝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的生母。未婚先孕对贞洁的玛利亚来说是多么难以接受，但是他顺从了神的旨意。这一切是神要拯救人的计划，所以万代将称玛利亚为有福。因为这件事如此美好，很多音乐家都以此为题创作了非常优美的作品。法国作曲家 Charles Gounod 古诺根据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的第一首写成独唱曲《万福玛利亚》，庄严高贵圣洁的旋律，有 Gregorian Chant 格利果圣咏的风格。奥地利作曲家 Franz Schubert 舒伯特不愧是艺术歌曲之王，他的万福玛利亚柔情婉丽，娓娓道来，美得像抒情诗。意大利作曲家Giulio Caccini 卡契尼的万福玛利亚像虔诚的祈祷缓缓流淌，让听到的人心都纯净敬虔。
当用音乐、诗歌来庆祝圣诞。Merry Christmas!